然后后考，好，那就后考，对啊，那就大概九十分吧，都有在九点钟啊，九点钟考试可以吗？啊，可以可以。考完你们就回家，快快乐乐回家。哈哈哈！怎么笑不开心？这现在就快快乐乐哦。没有，现在形容词有点。不会啦，啊，啊，范例也给你们啦，啊，那个什么，应该还好吧？你们也知道考哪一个题目嘛？就是说哪一种样子的题目嘛？不会太难，不会，那个。我是可以抄。那个 PowerPoint 嘛，我会放在 slide 放在那上面给你们看，可以吧？我连你们小抄都不用做，直接放给你们看。有简单可以吧？啊，简单不用放上来啊。哦。Case one 的。Case one。买啦。OK。我们上次讲完了那个旁边 lemma 对不对？所以那个讲完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正式要开始来进入下一个单元，就是Turing Machine。就是 Turing Machine。在讲 Turing Machine 之前，我先讲说那个作业。上个礼拜我跟你讲说作业那个周末会放回去，结果一直到现在还没放。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它放回去，再不放就不用放了。对啊，那个。对，所以今天晚上会把作业放上去，然后那个再来的话就是说，今天我们开始上的 Turing Machine 呢是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 Machine Model。我们前面介绍了两种不一样的 Machine Model， 介绍了 Binary Pandas， 介绍了 Pushdown Pandas。那有些人讲，我们也有介绍就是 non-deterministic binary pandas 跟 non-deterministic binary pandas with lambda production， 就是 NFA with lambda production。那么，但是这些都是，那么另外那两个都是 FA 的变形啊。事实上，那些都算作 FA。OK， 所以 FA PDA OK。那我们现在介绍这是第三个。OK， 那。这第三个 machine model 是叫 Turing machine， OK， 这个概念是被这个它的名字这个 Turing 它是不是一个，它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是这个 machine 的名字是因为要纪念这个人所以叫做这个 model 的，然后纪念这个人，所以叫做 Turing machine。那这个人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他可以算作第一个 computer scientist 啊，就是第一个数学家，也是电脑学家的。他不是第一个数学家，应该说他是第一个电脑学家，原来是数学家。那他其实他提出了很多的概念，都是。都是他第一个提的，这个人他是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学者 ，OK， 他的全名叫 Alan Turing，OK，Alan Turing， 有人讲他是 the father of computer science， 就是电脑就是电脑之父啦 ，OK。为什么叫他电脑之父？因为他在电脑还没有1930-40年代的时候，根本没有电脑。OK，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的时候，他提出来的概念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拿来去 model 后面将来几十年之后会出现的电脑的样子。OK 的那个概念，所以他是很厉害的人物。OK， 包括这个 machine model 也是他所提出来的。那现在这个 machine model 就是可以模拟，可以拿来去模拟现在的电脑的那个计算的能力。OK， 那想想看，这个是
这个人不是现在的，这个人不是30年前的，这个、是大概七八十年前的人，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人是多么的聪明。OK， 那他当然他除了给了这个 machine model 以外，他还给了很多东西啊。他举个例子来讲，像 AI， 人家讲说他也是 AI 的 AI 之父啦 ，the father of visual intelligence。像他定义了一个东西，叫做我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简单讲就是他定义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叫做 AI？ 他定义的就是量化 AI 的那种方法。怎么样量化 AI？ 就是举个例子来讲说，你现在，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说，你现在譬如说你跟一个，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 whatever， OK， 坐两个坐在面对面， OK， 中间有一个木一个布幕把它隔起来， OK， 那你如果说你问问题啊，对面可以回答你问题， OK。譬如说你问他，一直问，他可以一直回答。那其实呢，你可能说，你说这个电，这个是机器，如果你问个五个问题，他只能回答五个问题，那他是你就知道说，他只能回答五个问题。其实你问电电，他就不会回答，他那就是机器，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一直问问题，问了几百个、几千个问题，对面都可以一直回答嘞。到了一个界限以上的时候，其实你那个布幕遮起来，你不知道对面是什么东西嘛。但他可以一直回答你问题，他当然不是说用电，用喇叭回答，是我说，比如说他是可以用写的，就是你就看出来他可以回答，就是把那个回答印出来，不管是人或者说机器。假设他就是回答出来，你看不出来是人还是机器回答的。如果是你回答到一个就问题问到，比如几百几千个以上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答。你能判断他这个对面这个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器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其实什么叫做 intelligence？ 什么叫做智能？智能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就闭着眼睛不看嘛，你问问题，如果对方一直可以回答你，到了某一个极限了以后，其实那个他是真的人还是？一个机器，其实它的那个界，这个界限其实会模糊掉，你不知道它是人还是机器，因为它都可以回答，你怎么知道它是机器？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呢，它利用这种方法 ，OK， 来量化人，就是人工智能这件事情，就是智能是可以量化 ，OK， 所以它。因为他提出了这个东西，所以他也被人家叫做 AI 的AI 之父。事实上，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有名而且很好玩的一个人物。OK， 有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有名到说，你们知道说那个，你若学物理，你若学经济，你若学医学，学化学。最高的荣誉是什么？诺贝尔奖，对不对？诺贝尔奖，我们整个台华人，也不过拿了几个，就是有李远哲拿过诺贝尔化学奖，对不对？有诺贝尔这个物理奖，有李政道、杨振宁啊，这些是他们有拿过诺贝尔物理奖。拿到的诺贝尔奖，就是以华人来都不是很多，对不对？那这是那种数，这个，如果说是这个物理啊、化学啊，然后那个这些其他范畴，啊，可诺贝尔没有数学奖。听说当年那个诺贝尔这个，诺贝尔其实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设立这个奖的话，他有个仇人是一个数学家，所以他就不设数学奖 ，OK。但是数学界有没有类似诺贝尔奖这种东西呢？也有的 ，OK， 叫 Fields Medal，OK， Medal 是那个奖章嘛 ，OK， 叫费尔兹奖章 ，OK， Fields Medal，OK， 那个其实比诺贝尔奖更难拿，因
因为诺贝尔奖每年给一次嘛，对不对？那那个 Fields Medal 每四年给一个，每四年给一个，基本上你是数学家，如果你拿到这个奖，那不得了 ，OK？ 那华联有没有人拿？有，有一个这个香港的一个数学家，邱振彤，对，他拿到这个 Fields Medal， 但是就是当觉得绝无仅有了，就只有他一个 ，OK？那那 computer science， 你说为什么没有 computer science 的诺贝尔奖？抱歉，诺贝尔奖成立的时候，基本上 computer science 并不是一个科学，或者说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 ，OK， 那个还很早期的时候的事情，所以 computer 并不，或者在那个年代，可能有比较简单的计算器，但是不被人家认为是一个科学。那 computer science 有没有像诺贝尔奖？有没有像？那个数学的那个这个 Fields Medal 也有那个奖叫什么？那个是 ACM 负责颁发的，也是每一年一次，它叫做Turing Award。OK， 它用的名字就是那个 Turing 这个字，那就知道说这个 Alan Turing 是多么多么有名的人物。注意哦，他不是有钱人哦，不是因为他捐的钱来成立这个东西的，是因为说大家要纪念他的功绩。OK， 纪念他对 computer science 的贡献。OK， 那讲回来 ，Alan Turing 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就是前些阵子不是大概七八年前还是什么十年前，有一阵子很流行拍那个就是那种天才的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像什么有两部电影蛮有名的嘛，就是一部电影是这个 A Beautiful Mind。A Beautiful Mind， 另外有一部电影也是那个，也是讲这个John Nash 的，有两部电影都是讲天才的。OK，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两部电影。但是好像看他们好像最后都变成发疯一样，是吧？对 ，John Nash 其实John Nash 是真的有这个傲人物。John Nash 其实是一个数学家，他后来就是因为他在。他的博士的那个文，他博士的博士那个 dissertation 啊，好像就只有花两三页纸，他就是证明了 game theory， OK， game theory。可是那时候看起来还很聪明，发那种心理想法一样。他其实是有那个就人格分裂，他。可能这也是他的原罪了，因为他真的是很聪明，但是他的那个聪明才智其实跟他的人格分裂一起来的。他后来人格分裂的病好了，他的聪明才智有回来一些，但是没有像他当年这么夸张。就是其实他可能他的聪明才智是跟他的人格分裂一起的。如果他还有那个人格分裂的特质，说不定他还是一样聪明。但是问题是在说，当然那个。对，那是题外话。那他人格分裂，他搞出来的 game theory， 后来就是他也拿到那个经济学的那个诺贝尔奖，因为 game theory 后来在经济学上面的应用很广。他事实上那个后面的应用都不是他搞的，因为他在那一段时间他已经疯掉了。OK， 他后来他拿奖的时候，他导致那时候他已经恢复正常，所以他可以去领奖。OK， 但是他后来他。他好像在哈佛吧，他在哈佛，他一直在哈佛，所以，但是问题就是他其实是他也是个悲剧英雄，但是这两个那个拍成电影啊 ，OK， 我讲句老实话，他们的人生哦都没有这个 Alan Turing 好玩。如果你们将来哪一个人想要拍电影哦，想要拍天才电影哦，你们可以到网络 Google 一下这个 Alan Turing 的这个 Wiki page。我们可以看看他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玩，他当然也是天才，他当然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博士，然后他就是他所有这些东西，他很年轻的时候，哇，他三十几岁就死了，他三十几岁就死了 ，OK， 那他在他很年，就是他二十几岁还三十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应该是1930-40年代那时候时间的事情，你想想那个年代哦，那么保守的年代。他出柜了，
他是同性恋，在那个年代 ，OK， 我没有给这个就是同性恋，就我觉得说这是我对这事情是 neutral， 但是我的意思说，在那个年代他敢出柜这件事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因为那个年代我想不是说台湾啊，我觉得他是在美国，但是美国其实美国你想想看，美国其实他的同性恋。你说美国很开放，其实没有你想象的开放。美国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对同性恋其实也是，就是说非常保守，就认为说那个是大不逆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宗教是基督教跟天主教，基督教跟天主教他们的教义基本上是反对同性，他们赞成的是就是夫妻，就是一夫一妻这样子。他们的那个圣经上明明白白写在那边，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那个文化都是反对这个东西的。你看这个美国现在比较开放，那是因为最近这几十年的 push， 而不是那个年代的。有人就讲啊，其实有人讲说，你看那个美国同性恋的男，我不知道你们看过美国同性恋的男生啊，没有看过？因为我有个朋友啊，那时候那个就是他说他跑去那个参加 conference， 结果晚上跑去乱逛，就跑到那个不小心跑到那种他们叫 gay bar， 就是同性恋男同性恋的那个舞厅啊，结果就是看到那个就是那个整个舞场里面的人哦，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好像那个你知道那个不是有那个脱衣舞跳男生的脱衣舞，那个都是很壮啊，很有肌肉啊，很快啊，对不对？穿得很性感啊，然后就是小裤子，然后那衣服穿得很少之类的 啊，但是肌肉都很大块啊。对，他那时候看，哇，怎么大家都好像健美先生这样子 ？OK， 后来我那朋友跟我讲，他是一个美国人，他跟我讲说，他后来才发现，他后来才发现走错地方，走到 gay bar 去，然后那个是他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应该是。我还在印第安纳，在1994、1995年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讲说，他说，哎、欸，他说，后来发觉一件很好玩的事，美国同性恋男同性恋为什么都那么壮？因为你去看10个有9个都是很壮，都练那个健身。当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就男同性恋也是很同性很多都会有一点点自恋的现象，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把自己弄得漂亮。那漂亮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认为说是健康，就是那种比较 muscular， 就是比较壮，他们认为这样子帅，这样子漂亮。反而是我们的异性恋通常都没有这样的身材，这是很好玩。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其实第二个原因很好玩。他说，同性恋在美国，如果说你出柜的话，你很容易被打。一直到1990年代哦，我讲的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1960年、1970年的，我说1990年代哦，你如果跟人家在美国，你跟他讲我是同性恋出柜，人家会 K 你，就是大家会就年纪小一点，人家会揍你，会觉得说你怎么讲，就是说就文化不合嘛，所以说他们怎么讲，他们会变得壮一点，防身 ，OK， 那你看这 Alan Turing， 他在那个年代他敢出柜。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人物，他当然那么早就死，他有人讲他是被毒死的，反正就是 Wiki 上你可以看看这个人的故事，其实拍的电影，我相信会比那个前面的两部电影还好看很多啦。OK， 所以可惜没有人去拍啊，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很好玩的一个人物。事实上，那个就是密码学，他对密码学的贡献也很多。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帮助那个英国去那个制作一些密码的那种方法来传资料。OK， 他在那方面哦，他还帮人家 break 德国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战争的那些 code， 他也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说这个人其实是很好玩的。那。今天我们来讲这个 Turing machine， 他们这个，那这个 machine model 是什么 model？ 我们在
FA 的时候我们讲是 biotompa， 然后讲 PDA 的时候基本上是 biotompa 加上一个 stack， 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这个 Turing machine 它当然理论上它是比 push down compa 还来得强，对不对？还来得强。OK， 它我所以强就是它可以接受更多种的语言嘛。所以呢，它概念上它也是 final compa 加上某个东西。OK， 加上某个东西。那它加什么东西？它不是加 stack。他加了 tape，OK，、okay? 就是我们以前，我们可能你们年纪应该都有用过吧？在二三十年前的电脑，你们还说你们二三十年没有接触电脑？那个时候的电脑在 Apple Two， 有用过？你没有用过啊，太年轻了。三十年前你们有没有用过电脑？没有。以前电脑可以接到那个录音带啊，录音带可以。以前玩电动玩具是用同一个录音带漏的电动玩具进来到那个电脑上面去玩的，没有碰过，都没有碰过。他说民国八十年的那个中华上的还够。这样子，那至少我们 Unix， 你知道 Unix 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是用 tape 来存大量资料，你总知道，对不对？啊？现在还是。有一些还是，但是现在慢慢 tape 也，因为 tape 毕竟是比较麻烦的，存取比较，现在很多都是用 cloud 解决了，对啊。但是不管怎样，就是说现在这个 Turing machine 它的假设也是一个 tape， 就是 final compa 加上一个 tape。那你想要它 final 再加一个 tape， 那我们有两个 tape 吗？有一个是 input tape， 那有一个是多出来的 tape， 不是 ？OK， 原来我们在 PDA 跟那个。Final compa 不是已经有 tape 了吗？但是我那个时候是一个 input tape， 对不对？它那个 input tape 只能够来存输入的字，对不对？输入的这个字串，对不对？然后你在那个 final compa 跟这个 PDA 的时候，你那个 input tape 基本上你就一次只能读一个 character， 对不对？一次只能从读一个 character， 从左读到右，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 ？OK， 你不能写东西到这个 tape 上的。对不对？你是没办法写东西到这个 tape 上，这个只是当 input tape， 对不对 ？OK， 所以呢，你就只能读一个 character， 一次读一个 character， 从那 input tape 读，从左到右这样一个一个读进来。当然，如果你允许让打博大学，举个例子来讲，在 PDA 或者你的 final compa 允许让打博大学的时候，你有选择。什么叫选择？你就选择就是你可以读进来一个 character， 每次选次序你可以读一个 character。从 tape input tape 读一个 character 进来，或者你可以选择不读，对不对？不读就是说你就用 lambda 选次序嘛，你用 lambda 选次序，就是说就不用这个 input 的，直接用 lambda 就是拖到从一个 state 到另外一个 state 去 ，OK。但是基本上这是你所有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你只能在那个时候的 input tape， 不管是 FA 或者 PDA。你只能一次读一个字，从左读到右 ，OK。现在我们的 tape 就不一样了。现在 tape 也是拿来放 input stream 的，也是放 input stream 的 ，OK。但是我们允许存东西在上面 ，OK。我们允许写在这个 tape 上面 ，OK。而且我们有能够控制这个 tape pad。的移动，原来 tape pad 就我刚讲，你一次移动一个，从左的比较右，你只能这样。现在你可以让这 tape pad 移左、移右，或者停在那边。OK， 那我再重复两件事情。OK， 这两个不一样，就是在这个 Turing machine 它也有 tape， 这个 tape 其实跟 input tape 其实同个东西，但是呢，这个 Turing machine 的 tape 呢，它多了两个功能，第一个你可以写东西上去，第二个你可以允许这个 tapepad 这来控制这个 tapepad 的移动的方向，不管移动左边或移动右边或停在某个地方不动，这个是以前不能够用，就没对这个 input tape 没办法做到的事情。好，那现在我们来
快速的看一下这个 Turing Machine 它这个定义，好不好？那因为呢，我们把 input table 跟这个一般的这个 table 结合，所以呢，我们事实上你看，我们 Turing Machine 呢，它的这个 tuple 只有五个 ，OK， 它没有变多，事实上还变少了，比 PDA 的PDA 是 seven tuple， 你们还记得？它有 seven tuple， 对不对？现在我们这五个 tuple， OK， 那这五个 tuple 包含哪些呢？包含 Q 还是 finite state？ finite state， OK， 那这边呢要特别提出来说，有两个特别的 state， OK， HA 跟 HR。这两个不在 Q 里面，不在 Q 里面。虽然他们也是这个状态，但是这两个特别状态是不在这个 Q 里面的。OK， 那 HA 跟 HR 什么意思呢 ？H 其实 hold 的缩写。OK，hold 是什么意思？英文 hold 就是 stop， 停止。OK， 停止。OK。那 A 是什么呢 ？A 是 accept。我们现在没有接受状态 ，OK？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HA， 它是停止而且接受，这个就是我们的接受状态。我们没有其他状态来当接受状态，我们的接受状态就是一个，就是 HA。那 HR 是什么东西 ？HR 是 hold。And reject， 它是拒绝的这个停止状态。OK， 那 Turing Machine 有事实上有三种拒绝 input string 的方法。OK， 有三种。那其中一种当然你就走到 HR。OK， 接受状态的那个input string 的话，它只有一种接受状态，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走到 HA。但是如果你要 reject extreme 的话，你可以走到 HR， 这是其中一种。另外两种后面再讲，好吧？后面两种另外再讲。好，再来 ，sigma 是所有这个 input stream 可以用的 alphabet， 对，就是你的输入字串可以用的 alphabet 是定义在 sigma 里面。那 gamma 是什么呢 ？gamma 原来我们是用在定义那个放在这个stack 里面的这个特殊资源嘛，对不对？现在呢 ，OK， 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就是说这个stack， 我们只有一个 table， 那这个 gamma 呢，就是你可以写到这个 table 上面的 alphabet。一般的情况呢 ，OK， 你的 gamma 其实是这个 sigma 的 superset。OK， 一般情况的 gamma 是你的 sigma superset， 之所以 superset 是因为说有时候你需要写一些特殊字元当做控制字元。OK， 那这些特殊字元是不包含在输入字串里面的。OK， 好，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有一个特别的 symbol， 这个 symbol 叫 blank symbol。OK， 你可以基本上你可以想象那个 table 啊，当做一格一格的，好不好？每一个那个 table 当做一格一格，那它是无限长。我说无限长是说，它不只是左边无限长，右边无限长，两边都无限长。OK， 那这样的 table， 那这个 table 算是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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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 B 这个 symbol 呢，代表说那一格格子是空的。因为空了，你总要有一个特别的 symbol 来表示它，对不对？那我这边要跟大家 confess 一件事情啊 ，OK， 先这个告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 slide 上面我们用大写 B 来当 blank， 对不对？那事实上呢，在课本不是用这个，课本上它是用。它是用 delta，
当作 blank symbol。OK， 那你说，哎，老师，那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个当作 blank symbol 呢？OK， 为什么用 B 来当 blank symbol？ 那是因为我们把 delta 拿来当作transition function 嘛。那你说，那你就可能会再问我说，那老师，那课本上的那个 transition function 用的符号是什么？课本上的 transition function 用的符号其实也是 delta， 但它是草写的 delta。这是草写 delta， 这两个都是 delta， 这个是草写 delta， 这个是正楷 delta。OK， 但是。那你说，哎，那老师你怎么不用这个东西来当 transition function， 然后用这个东西当做这个blank symbol 呢？为什么要用这个当做 transition function 的这个 symbol， 要用 B 来当这个 blank symbol 呢？为什么这个问题 ？OK， 那请同学不要怪我，要怪去怪那个愚笨的 Microsoft。OK。因为 Microsoft 的那个，他在设计那个PowerPoint 的时候呢，他没有这玩意儿。有吗？可能新版的有啦。我在设计这个 slides 的时候，那个版本没有，我找老半天找不到，所以我只能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常常用嘛。这东西这个 Delta 这个东西，我们在那个 Final Tomta 在那个 PDA 都有 Delta， 对不对？所以我非得要用这个东西不可啊。那既然用到前两个都用这个了，我在这边也不能不用这个啊。那我这样子我的 Blank Symbol 就没有东西可以用了，我就只能用这个大写的 B。OK， 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说，在 Slide 上面我们用这个东西当做transition function 的定义。用这个东西当作 blank symbol， OK， 但是课本的时候，它的 transition function 是这个，然后它 blank 是这个，好不好？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不一样， OK， 这个 name collision， 实在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实在是被逼的没有办法， OK， 好，那知道这以后，那就说。那个 blank symbol， 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一个 tape 上面的东西，如果你读一个东西，如果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现在 tape 上面的东西呢，给擦掉，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在那个 tape 上面写上去一个 blank，OK， 写上一个 blank 等于你把现在 tape 上面的那个内容给擦掉 ，OK。再来，我们还是有 Q0， 好不好？我们还是有 Q0， 还是那个 initial state。OK， 它还是一个 element in Q。然后呢，那在这边的话，你们同学，如果说前面对那个 PDA， 你们很痛恨那种设计 PDA 需要去考虑那个 non-deterministic 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中文怎么讲？non-deterministic 怎么讲？就是可以让你一次同一个 configuration 可以走好几种不一样的，对不对？那种东西在 PDA 里面是一个原来 PDA 原来是 non-deterministic 的这个 machine model， 对不对？你们也许你们画 PDA 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 non-deterministic 的这种概念。不好画 ，OK。比起以前的 Final Tomta， 如果说那种 deterministic 的 Final Tomta， 通常比较好画，就是你比较有时候你没画习惯，你其实会有时候会这样觉得。那告诉同学一件好消息 ，Turing Machine 是 deterministic 的 ，OK。那它基本上是根据你现在的状态，而且根据你现在怎么讲，你 tape 读到的东西。OK， 来决定你下面要怎么走。OK， 你可以移动到另外一个 state， 包括这个 任何一个在 Q 里面的，或者你可以走到 HA 或者 HR。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 tape 里面的这个 content 做修改。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的 tape pad 移左
啊，也对 ，R 是已有了 ，Left 就是你可以把 KPI 移除 ，S 就是说你可以把 KPI 停在那边 ，OK。好，那我们在 Turing Machine 上面，我们怎么样讲说一个字串是被这个 Turing Machine 所接受的呢 ？OK， 简单讲是说 ，OK， 你一开始你把这个字串放在这个 Turing Machine 上面 ，OK， 这个 tape 上面，你一开始那个字串假设是 X 的话，这个是你的 tape， 这是你的 X，OK，X 当然是 X 当然是。常常一串字，对不对？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这个是 X， 假如这个是 X， OK。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当然在 Q， 你在 Q 里， OK， 状态在 Q 里。然后呢，你的那个 tape 上的内容是 X 在这边，那你在 X 前面有个 blank， 对不对？那 X 后面也是 blank 啊，是 blank。那这前面也是 blank。OK。我刚刚前面已经讲了，这个 tape 是两边延伸无限长 ，OK。那你的 tape head 在哪边呢？你 tape head 基本上在这个 X 的前面一个 blank 这个位置 ，OK。这个跟前面那个少不太一样的地方 ，OK。以前的 final countdown 或者 PDA， 你一般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 X 的第一个字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对不对？现在你是在 X 的前面一个空格 ，OK， 这个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OK， 所以你一开始呢是这样子 ，Q 零，然后呢，你的 input 的在这个 tape 里面是 X， 然后在 X 前面是个 blank， 你的 tape head 在这个下面，然后呢？什么叫做你的 X 被接受呢？是代表说，你如果说经过一串的这个是 transition 啊 ，transition 这个 Turing machine， OK， 这个 star 代表意思是说，你可能经过一步、两步、很多步， OK， 就是如果经过一些移动的这个一些 transition 之后呢，你会移动到 HA。然后呢 ，Y 跟 Z 都是字串 ，OK，A 是一个特别的，就是随便一个给定的这个，随便一个给定的这个 alphabet，OK，、okay? 那你说 YAZ 是什么东西 ？OK， 其实不重要 ，OK， 其实我们这边写 YAZ 其实就是简单，我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其实根本不在意 tape 里面的 content 是什么东西。OK， 它可以是任何的东西。OK， 但是呢，重点是在说，我们这个一开始从这边开始，最后呢，我们 tape 可能会包含会有一些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是什么我们不管，但是呢，重点是它走到了 HA。如果呢，一开始是这样子，然后最后面经过一段一连串的这个移动以后呢，我们可以走 HA， 我们就认为这个 X。是被这个 Turing Machine 接受的 ，OK， 可以接受吗？可以了解 ，OK。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把所有这样子的会的字串集合起来，就是被这个 Turing Machine 所接受的语言，或者你可以写成 L of T 啊 ，OK，L of T，OK。讲到这边都还可以吗？可以接受。这两张是在当主要是在讲定义啊，所以可能比较无聊一点，比较枯燥一点。OK， 那我们下面看一个例子好不好？一个 Turing Machine， 它接受的语言是 A加 B star A B A，
你也许一开始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好，那既然它这个语言是，它这个语言是 regular， 对不对？这个语言其实是个嘛？对不对？对不对？是这样子嘛？这语言的 regular expression 是这个嘛？对不对？那既然它是 regular， 你们可以试试看设计一个 final tanta。先不要看这个好不好？我们写一个 final tanta， 这个语言的 final tanta， 谁可以画一个这个语言的 final tanta？现在可以练习一下，注意哦，那个这样这种东西在期末考还是会考的 ，OK， 期末考是 comprehensive，OK，、okay? 那代表说全部都会考，那只是说前面我们期中考已经考过部分，占的比例比较少而已，好不好？所以请大家，虽然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东西，也考过这个东西，但是请不要完全就还给我，要还给我，请考完期末考以后，好不好？拜托拜托，给我一点面子。所以大家可以画画看的话，怎么画？就自串，它结尾是 ABA， 它既然结尾是 ABA， 我们就要接受它，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先把 ABA 写出来？可以吗？对不对？就是说 ，A B A。结束了吗？当然还没结束，对不对？每一个，因为我们有两个 alpha 呗嘛，有 A 跟 B 嘛，所以对每一个这个 state， 我们会有两个 origin transition 嘛，对不对？这边有 A 的，那如果这边有 B， 我们怎么办？回到自己嘛，对不对？就代表我们没有继续进展嘛。那这边有 B 的，对不对？如果这边有 A 呢？你可以把最后那个 A 当作那个开始的那个 A 嘛，对不对？所以你这边 A 回到自己。再来呢，这边的 B 呢，对，这边有个 A 出去，如果有个 B 呢，你其实这边你这边到这边就代表最后一个字是 A 嘛，对，到这边代表最后两个字是 A B 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再一个 B 就 A B B， 对不对 ？A B B 不能够拿来当做任何的 A B A 的开始，所以你就只能乖乖的回去，对不对？对不对？好，再来，在这边的时候呢，代表说你最后三个字是 A B A， 对不对？如果说你这边再有个 A 呢，就代表你最后四个字是 A B A A， 对不对？你也许没有办法那个用很多，但是至少最后一个 A 可以拿来当做 A B A 的重新开始，对不对？所以那个 A 可以让你回到这边嘛。
对不对？好，再来，你如果说这边 ABA 再拿一个 B 呢，变 ABAB 对不对？你就可以用最后面两个字 AB， 说不定你再下一个又是 A， 对不对？就会再回到自己，对不对？所以说你就回到最后面两个字是 AB 的情况，对不对？画这边还可以接受吧？这样子就是接，就是说会接受这个 regular language 的 binary compound， 这边有问题。可以接受吗？可以哦。好，那我下面要请同学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方向方法，跟那个，你会觉得好像很眼熟啊。有点像，对不对？有点像。这个跟这个是不是很像？差别在什么地方？一开始有这个东西，你开始有多了一个这个东西，你最后多了一个这个东西，对不对？对不对？你会之所以有这两个不一样，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在 Turing Machine 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这个字串的前一个空格开始，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这个 keypad 往右边移一格，对不对？所以你看，你读到这个一开始是 blank 嘛，对不对？你就你不改它嘛，它是 blank， 你往右边移一格，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到这个字串的第一个，对不对？第一个 alphabet， 对不对？然后从这边到这边，基本上是不是你做的事情跟那边是一样的？你说，哎，为什么我可以做一样的事情呢？因为你仔细看。你看，我们不管读到什么东西，我们基本上都不改它，对不对？我们都不改它。你看 ，B 你读到 B， 你还是阿当，你还是给他 B 嘛？读到 A， 你还是给他 A 嘛？你没有动它，对不对？你每一次，那你就读到什么东西就往右边移一格，对不对？对不对？这边也是一样，你读到 B， 不改变这个 B 的值，往右边移一格，都是一样，都做这个事，对不对？这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告诉你说。我们在这个 Turing Machine 里面，我们其实呢，我们就把那个 tape 当作 input tape 来用啦，了解吗？我们其实没有用到我刚刚讲的 Turing Machine 的 tape 比那个原来的 input tape 多了哪两个功能？第一个是你可以写东西上去，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你可以改变它移动的方向，对不对？在这里面，我们有没有写什么东西上去？我们完全没有更改它的内容嘛，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有没有改变 paypad 移动的方向？没有嘛，一直往右边一个，往右边一个，这是跟原来的 input tape 一模一样啊，是吗？对不对？是吗？那唯一还有就是开始这个，还有最后面，你到这边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在这边，如果你还有更多的 input， 你当然往回走。如果有 A 或有 B 啊，你要往回走。但是如果说你后面就是 blank， 你已经没有东西了，没有更多的东西了，那你就 blank 往右边移格，到后边的 set， 到停止，然后接受。基本上这个 PDA 所做的事，就是它在模拟这个 final compound 所做的事情，对不对？没问题，对不对？那我现在问大家一句话：如果你有任何的 regular language， 给你任何一个 regular language， 你一定有一个 final compound 来接受这个 regular language， 对不对？对不对？你是不是可以创造一个 Turing machine， 就像这样子来模拟那一个？那个翻量汤汤的，可以吗？对不对？可以吗？所以这边就给你一个例子，说，哎，你可以用，就是说，你可以这个 Turing Machine 可以接受这个 regular language，
事实上呢，你可以对任何的 regular language， 你都可以画一个 Turing machine 来接受它。OK， 基本上你 Turing machine 要做的事，只是让它去模拟啊、接受给定的 regular language 的那个 final countdown 的移动而已嘛，对不对？所以说呢 ，Turing machine 对任何的 regular language 它一定都可以接受。这边有问题，可以接受吗？虽然我们只是给了一个例子，但事实上这个例子有比较深的那个东西要解释，就是说它其实告诉你 Turing machine 可以模拟任何的 final countdown。OK。小小的地方要还要 提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 HA 对不对，我们看到 HA 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看到 HR？ 没有吧，没有，没有看到 HR 对不对？就是如果说没有 HR， 那会不会有问题？一个 Turing machine 如果它要接受一些语言的话，它要接受一些字串的话，它一定要 HA， 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事情。但是呢，一个 Turing machine 不一定要有 HR。事实上，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画 Turing machine 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省略去画 HR。OK， OK， 我刚前面讲过 ，Turing machine 有三种 reject 字串的方法，走到 HR 当然是其中一种 ，OK， 但是有别种的拒绝的方法。我举个例子来讲，就这个例子，就拿这个例子来讲，我问同学一下，空字串。是不是不在这个语言里面？他没有在这个语言里面嘛，对不对？空字串不在这个语言里面，因为在这个语言里面，至少最后面要 ABA 嘛，所以它空字串不在这个语言里面，对不对？好，那你想想看哦，我一开始如果我的输入是空字串，我如果说一开始 blank 往右边一格，如果是空字串，我后面会看到什么东西？还是空的嘛，对不对？还是看到 blank， 对不对？对。啊，你说，哎，老师，我们这边只有看到 A transition 跟 B transition， 没有看到 blank 啊。所以 blank 会怎么办 ？blank 就没有定义，对不对？没有定义。如果没有定义，我们认为这个是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以前有讲过类似的这种东西，对，在 PDA 如果没有定义怎么样？啊 ？crash 嘛，对不对？我们当作这个 machine crash，OK，、okay? 啊，其实它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rejection，OK，、okay? 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rejection。或者说，你如果要的话，譬如说，你可以把读到 blank， 在这边如果再读到 blank， 你就画一条箭头，直到 blank。啊，随便你那个箭头啊，你那个 tape 要怎么样移啊，不重要，你就直到 HR。OK， 你可以把所有没有定义的那种 crash， 你通通都把它画到一个 HR 里面，这是一种，或就是你把它定义出来，就是让它们都走到 HR 里，或者说你就不定义 run crash， 反正这也是被认为说是 rejection， 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这边就给你们一个例子说，这第二种形式的 rejection， OK， 就是你碰到没有定义的时候， OK，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rejection。OK， 那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我们后面再讲，好不好？其实，在某种角度来讲，第一种跟第二种 rejection， 就是走到 HR，
或者 crash， 他们其实概念上是差不多的。为什么讲概念上差不多 ？crash 基本上也是 hold， 对不对？机器也是停下来嘛，对不对？什么叫 crash？ 你常电脑的时候，比如说宕机，对不对？宕机就是始终都不动嘛，对不对？就其实后面在有东西在动嘛，但是基本上就 freeze 掉，对不对？就是电脑就停掉了嘛，对不对？那样子的我们，它其实也是 hold 的嘛，对不对？也是 hold 的。那基本上你如果可以把那些状况能够指出来，把它通通指到，都可以把那个指到 HR 里面。其实所以说这理论上这两种是说，其实就看你要一个是 explicit， 就你指到 HR 的话，就是他们是 explicit 的 reject。如果说你不指出来到 HR， 那他们 machine crash， 你可以讲它是 implicit 的 reject。OK， 但是其他们的意义是差不多的。第三种形式，我们后面再讲。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不好？休息10分钟后，我们再讲下一个。